西米露用这个鹰牌炼奶做起来超好吃的哦，而且用鲜奶豆的鹰牌炼奶超健康的哦。真的蛮好吃的。对呀，我也觉得好好吃哦，一起吃。那我们来煮西谷米吧。我们在芒果及西谷米中啊，加入鹰牌炼奶，可以吃起来有浓浓的奶香味，而且水果吃起来会更香甜、更好吃哦。我们今天的西米露冰啊，是要用新鲜芒果做的。如果不是芒果的季节呢，我们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哦，像是做成奇异果西米露也超好吃的。那你帮妈妈扶稳，好，好 ，OK。倒进去，然后慢慢搅。哇，加好多哦！鹰牌炼奶是你最喜欢的是吗 ？OK。鹰牌炼奶啊，是市面上少数用鲜奶制成，而且不含人工添加物的炼奶哦。美味又健康，又有满满的钙质，也是妈妈做甜点的常用好物哦。嗯，超好吃的。好了，我们来一起做哦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来切柠檬。炼奶与柠檬汁的比例是2:1 ，OK， 那我们可以把它，哇，你好喜欢鹰牌炼奶啊！我们在汽水中加入鹰牌炼奶，除了有浓浓的奶香味之外，也可以让果汁喝起来温和不咬味。加了炼奶好好吃啊！我们下一次也试试看用炼奶代替糖调味，来做好吃又特别的烘焙点心吧。好。